我的天哪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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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干嘛呀？你不是副总？下面让副总给大家讲几句。这讲点啥呢？那个，大家都吃了吗？都吃的啥呀？今天先到这吧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哎，你们看着我干嘛？董事长派我们来照顾你呀。好家伙！副总让我来吧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哎，这椅子坐着真不舒服。哎，你们。哎，天宁不舒服，帮你按一下。不用，我出去转两下行啊。这男人土包子也能当上副总，真不知道董事长怎么看上他的。就这样也能一个月十万。副总不能找呢。好，你们先过去吧。想我了？哎，你别闹，我找你有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我问你，你一个月给我开多少啊？10万。10万？太少了吗？20万。20万？不行就。停！你一个月给我开几十万，就让我天天坐着，别的员工看到了该怎么想啊？是不是他们说你什么了？告诉我是什么？洛洛，我和你是认真的，你看哪有做副总天天占着茅坑不干事的呢？对其他人多不公平啊！我知道，你不差这点钱，可是，不是靠我努力得到的，这工资我不能要啊！你笑什么呀？我发现我好像越来越喜欢你。